在金融圈工作，今年42岁的傅先生，怎么样也想不到自己这半年来眼睛酸涩不舒服的状况，竟然是得了老花眼。几秒的时间吧，好像就类似像重新对焦或什么样的那个动作，接下来我才可以看清楚，说我面对的这些文件啊或电脑萤幕，但是我工作没办法这样等我去做这个动作，有时候这个时间就过了，这个点就过了，然后所以这会造成我工作上很大的困扰。睫状肌就是它靠着它的收缩去调节水晶体的厚度，让人的眼睛可以看近，但是这个调节的机制在那个年龄的增加的时候慢慢的失灵了，所以说看近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差。上班看电脑，回家玩3C， 上网玩游戏追剧，眼科医生发现门诊罹患老花眼的年纪越来越小，如果40岁以后眼睛经常出现干酸涩，手机看不清楚，化妆品使用标示字体模糊，或是看不到菜单，就要注意老花眼上升。看近的东西30分钟稍微休息3分钟，那距离方面要注重，就是说看书看手机，好，这个要30公分左右，那如果是看电脑要60-70公分会比较理想。专家指出，老花眼最常见的矫正方式就是佩戴多焦点眼镜，不过必须要注意度数准确，否则容易造成晕眩。如果不想戴眼镜，也可以考虑老花近视雷射手术，配合医生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，才能够及早矫正视力，维护生活品质。记者辜春勇，采访报道。